李哥的话是真的，仁义钱树清阻拦孙建雄上告和迫害秦鲲鹏已经属实。你看这下一步如何打算？大人，这李哥孙建雄已经回家，被砍掉的两颗人头至今没有下落。下一步我想到凤翔县亲自去调查。对，应该去凤翔县。嗯，可是怎么个去法呢？大人，当然只能秘密查访。我们再做生意。好，走。哎，我的七奶奶，你快掏快掏啊！瞧瞧你呀，真是脏死了！七奶奶，痒死我了，快掏啊，快点！哎呀，我不掏了，我了，快掏快掏啊，快掏啊，快点！那你叫我声奶奶。哎，哪有这个规矩呀？是不是啊？啊，没有吧？快掏啊，快掏啊！哎，小妈啊啊！哎呀，小妈，你这个人呐，快掏啊！您这边请啊，请。哎，真舒服啊，记得掏记得掏。哎呀，好，导游来了。你呀别动啊。舒服大人。你瞧瞧。小侄拜见七婶娘。有什么事儿说吧。哎崇仁呐，我叫你帮忙的那件案子可曾审理过了？审过了，只是案情繁杂，一时还难以决断。哦，哎，这个案情越繁杂，那越有意思啊！啊，越有意思，我就越喜欢这个案子。你一定要跟我说说啊！走走走，到那边来啊！你跟我说说这个案子啊！哎，来来来，这边这边啊！上茶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！饿死我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再给我点。来来，不行啊！秦鲲鹏，吃饭了。秦鲲鹏，吃饭了。你吃不吃？不吃拉倒。来这边来啊，这边来。按察院陈大人老谋深算呐，同意你去凤翔县私访也是件好事啊。不过你去那里人生地不熟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又有重案在身，叫我怎么向侍郎大人交代呢？啊，感谢叔父大人的抬爱，晚生决意去凤翔县查访，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啊。好，好，我弄个水落石出，一来嘛，为百姓平反了冤案，二来嘛，为朝廷整肃了纲纪，三来嘛，也为叔父大人赢得了好名声啊。难得你有这份孝心呐。我也来凑个热闹。你把这个腰牌带回去，你看上面写着呢，陕西省总督啊，提调三军司命。啊，万一有个三难两难的，你可以凭这个腰牌调兵啊，是吧？多谢叔父大人。哎，不必谢了。啊，我是怕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如何向侍郎大人交代呀？那叔父大人，小侄就告辞了。啊，好，那你就早去早回啊，诸事如意哦。啊，好吧，小侄走了。啊，走，好，告辞。哎，走吧。哎，千万不要把那个丢了它。是的，叔父大人请放心。老夫人，您吃药吧。鹏儿的冤案不能昭雪，我这病怕是好不了了。
秦伯母，按察院的陈大人说，这个案子还要继续调查清楚，所以啊，伯母你就放心，昆鹏的冤案一定会昭雪的，你说呢？玉凤啊，我以为这回可真的遇到一位清官了，没想到陈大人也把鹏儿押进了四囚牢里，看来这是官官相护有勾连，老百姓是没有地方说话去了。伯母，您就安心把病养好，等陈大人把这个案子调查清楚，昆鹏就会被放回来的。所以啊，您得把药吃了，把身体养好，好等着昆鹏回来的那一天呢。那一天呢，我怕是……哎，伯母，您一定会等到的，所以您得赶快吃药。来，伯母。哎，啊，老哥啊，这里离凤翔县还有多远啊？不远了，很快就到了。哦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哎，这前面有个酒店。大人，哎，要叫师傅。师傅，好吧，走。哎呦，二位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来，坐坐坐。哎，二位请，行，行。二位喝点什么？都有什么好茶呀？哦，有雨泉龙井、黄山毛峰、毛尖香片、齐枪大方。您要点什么？来碗这个京城大碗茶吧。得嘞，稍后便来。看二位这身打扮，不是本地人吧？那你猜我们是哪个地方人呢？听口音像江浙一带。不错。哎，继光。哎，京城大碗茶来了。哎，二位慢用，还要点什么？哎，伙计，嗯，去给我切二斤熟牛肉端上来。哎呦，客官，对不住，本店只卖茶水，不卖饭菜啊。哦，你想吃牛肉，就到前面那个饭馆去，我呢，在这里等你。啊，多谢师傅，那我去了。这位老哥，可是凤翔县的老住户吗？哎。我只记得呀，从我爷爷那边起就在这凤翔县住着。再往上我就说不清楚了。刚才我们师徒二人进城的时候听说这个本县有一桩趣闻，老哥能不能给讲讲？你说的是秦昆鹏、尤彩凤通奸杀人一案吧？对对对对。哎呀，哎，这位客官啊，您有所不知啊，这可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大冤案。哎，听说尤彩凤、秦昆鹏通奸杀人是罪有应得呀，这个何冤之有？我说老哥，你能说说吗？哎呀，先生，您可问着人了。我和那尤彩凤啊是邻居啊。哦，哎，这个尤彩凤可是个好姑娘，要说她。与只见过一面的小伙子就能通奸，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信呐。哎，硬说人家黄花闺女是淫妇，和奸夫一起杀害自己的亲舅舅亲舅妈，您说那不冤吗？人家不承认，就用攒子攒人家，屈打成招。哎，那不惨吗？再说那秦昆鹏，虽说会玩那棍棒耍狮子，但从来人家不惹是生非呀。哎，老哥言之有理。哎，
这个东西挺好的。哎，看病了，看病了，各种疑难病症都能看啊。哎、请问郎中、会看疑难杂症吗？哦，只要病人有口气在，都能看。啊、哦，怪不得我这些日子一口棺材都卖不出去，感情都叫你这个郎中给搅了。哎呀，老板娘取笑了。你能看出我有什么病吗？须看脉象才能断出病来。你要是能看出我的病来呀、啊，老娘我赏你一口棺材钱。哎，你要是你胡说八道，你可别怪老娘一气之下把你给轰了出去。哎、你怎么说话呢、哎？啊，请屋内诊脉吧。跟我来吧。好，咱们走吧。请问郎中，我的脉象怎么样？你是想听真话呢，还是想听假话呢？当然是听真话了。好，那我就说真话。恭喜老板娘，贺喜老板娘啊！恭喜？嗯。难道我有了？不错。这叫我可怎么见人呢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二位了。我先生死得早，我就和我店里的小木匠。先生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！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啊，请坐。办法嘛，我倒是有一个。哎，我给你写一个方子，你抓一副药，一吃就没事了。那先生就开方子吧，我可以多给你银子。哎，这银子我是不要的。那先生到底要什么？我只想请问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凡是我知道的，我一定告诉你。啊，我听说你们凤翔县有一桩通奸杀人的案子，你是否知道？这件事情我知道，先生请坐。哦，好。是秦坤鹏、尤彩凤通奸杀人的案子。这个案子满城人都知道，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尤家买的就是我家铺子里的棺材，我还去县衙去看县大老爷审他们呢。哦，这么说你亲眼见过尤彩凤了？那当然了，那尤彩凤啊可是个规矩人家的女儿啊。那两口棺木现在埋葬没有？没有，在城南的城隍庙里停着呢。既然成殓，那为什么不埋葬呢？嗨，这不是还没有找到脑袋吗？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哎，出来出来啊！出啥事了？这么匆匆忙忙的？哎呀，我家老夫人的病又重了。怎么又病重了？我家相公的官司在省城又输了。请郎中了没有啊？我就是要去请的。嘿，巧了，刚走一个郎中啊，他的医术特别高，有什么病他一看就知道。真的？在哪儿？往城隍庙。
当堂检验，竟查出他是有孕之身呢、啊。不对，我姑娘绝对不会有孕的。可是听说他已经承认和秦鲲鹏通奸了。不不不，那是钱树清大老爷叫人用攒子夹他的手指夹出来的。白天他和秦鲲鹏只见过一面，晚上和我住在一起，他怎么可能通奸呢？我还听说你姑娘和秦鲲鹏在牢中成亲了。不，这是县大老爷设的圈套，我们没有上当。虽然他和秦鲲鹏入了洞房，可他们那是假成亲呢，他怎么可能有身孕呢？可是老五做检验，他是有孕之身呢、啊。不，那可能是女五做被人收买了，说我女儿有孕，真是太冤枉了。我的闺女呀、啊，说你有孕，妈知道你是太冤了。请问二位是省城来的郎中吗？哦、啊，这位小姐找我们有事、啊。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了，救救我家老夫人吧，她已经病得不行了。哦、啊，那请前面带路。啊，好。啊，告辞了。我是秦家的丫头，少爷吃了冤枉官司，我家老夫人啊现在实在病得太严重了。哦，请、啊、你看就在前面、啊、前面就是了。啊啊、嗯、啊，哎，在这儿。哎，这给你。哎哎，郎中先生，好、哦，快到了吗？啊，就在前面。好、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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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就在这儿。好、哦，请进。先生。我家老夫人患的什么病啊？啊，你家老夫人脉象沉浮不定，心绪不宁啊。嗯嗯、啊，你家老夫人二目色滞，面黄唇焦，舌苔积厚，口液粘稠，此病定是积郁而致啊。先生说的是啊，我家老夫人就是思念儿子，所以才病得这么严重的。那你家相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嗯，我家相公……哎，你要是不说清楚，那我可无法开方医病啊。啊，先生莫急，我说，我说呀，我说。啊，二老爷，快带着两个人跟我去抓人啊！快！我呢，先给老夫人扎上几针，缓解一二。嗯、然后呢，你讲清事情原委，我好对症开方，保证老夫人病情好转。啊，请先生赶快写方吧。啊、好。嗯。哎，小姑娘。啊。那后来怎么样啊？接着说呀。嗯，后来我家相公叫秦鲲鹏，被县大老爷屈打成招，定成死罪了。那你家相公为什么被定成死罪？哎呀，县大老爷说他与尤彩凤通奸，害死了尤彩凤的舅父母。我家相公他是冤枉的，孙玉凤就替他到府衙，到按察院去上告，结果却……那孙玉凤是谁啊？孙玉凤是我家相公的义姐。哦，义姐。嗯，那这个义姐一定是后拜的了。对，她原来呀是我家相公的未婚妻。嗯，可是出了这场官司，他们家就把亲事退了。可是他见我家相公是冤枉的，就愿意替我家相公去上告，又怕上告没有名分，嗯，就拜成了义姐弟。听说那个替秦鲲鹏上告的是一位相公啊。嗨，他
他呀是怕行动不便，女扮男装，取名叫孙建雄。哦，我听说那个孙玉凤，他也入过监牢。哎呀，孙玉凤入监牢啊，也是一桩冤案呢。什么冤案？孙玉凤的弟弟孙玉秀在绸缎庄老板尚朝峰的家里面当伙计，那天晚上失踪了。县大老爷不但不向那个尚朝凤要人，反而说孙玉秀偷窃尚朝凤家的银子和饮酒聚后逃走了。嗯，后来呢，孙玉凤就上堂与县大老爷讲理，县大老爷反而说他搅闹公堂，就把他关进了监牢里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有位侠士从尚朝凤家里面拿走了饮酒具，县大老爷无话可说，就把孙玉凤给放了。上！谁给谁给？那个孙玉秀找到没有？没有。孙家呀向县大老爷要人，县大老爷反而向孙家要什么强盗，可是孙国安交不出什么强盗，县大老爷就把他也关进了监牢里，现在呀还在里面压着呢。哦，哎，老夫人醒了。老夫人，哎，老夫人醒过来了。老夫人，就是这位郎中救了您的命。多谢郎中的救命之恩呐、啊！老夫人，不必言谢，治病救人是郎中的本分嘛。小姑娘，嗯，来，你按个手印，先生好开方子。哎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哦，这个是病案，录下病情，好好对症下药。哦，来，快按吧。在这儿呢。先生，你们二位让我和我的兄弟好找啊。哎，他是我的师傅、啊、没错，我知道他是赛华佗，我找的就是他。你找我干什么？莫非也有疾病要看吗？看病？谁还找你看病啊？出卖假药，骗人钱财。你这个幌子做得不错啊。告诉你，有人把你告下了，到县衙打官司吧。哎，打官司？打官司我是不怕的，只是我还没有给这位老夫人开好药方，你们稍后。哼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写这乌七八糟的东西？走。哎，你师父走吧。你，告诉你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李福在，把我抓起来。是，快点，快走，走，走，走。哎，徒弟，不要动怒，咱们没有害人，还怕什么？等为师给这位病人开好药方，就跟他们走一趟。你这假药方子还想骗人呐？抓起来，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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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抓药，不要耽误了，走，快走，走吧你，快点。这两个人好面熟啊。嗯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嗯，他们上秦家干什么？走，咱们去看看。
小姐。春兰，伯母的病怎么样了？老夫人的病现在越来越严重了，我请个郎中给她看病，扎了几针好多了，谁知道那个郎中叫县衙的公差给抓走了呀。哦，那郎中留下什么话没有啊？他给老夫人开了个药方。药方在哪儿？这药方是假的吗？这个药方大有文章，我要拿着这个药方去救人。救人？救谁呀？当然是救假扮郎中的杜大人了。你看这个药方就是一封求救信呢，你把每味药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，那就是通报守备见我，于杜就是我是杜大人的意思。快点进！放我们出去？为什么不管我们？老实点，咱们走。走。嗯。先生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孙玉凤的父亲孙国安呢？哈哈。我不但知道你叫孙国安，而且还知道你受县大老爷的破坏，平白无故的被关进这监牢里。这个秦树清，他庇护上朝奉，我家小儿失踪他不管，却说我家小儿偷了上朝奉的银子和饮酒具，罚我赔银510两，真是可恶至极。哎，站住，干什么呢？我们是本县的百姓，又急事要拜见守备大人。守备大人睡觉了，有事明天再来啊。事情十万火急，麻烦军爷通报一声吧。你们还能有什么急事啊？快走吧。哎呀，走，我们真的有急事啊。再不走我就不客气了啊。你们嚷什么啊？守备大人，这个姑娘有急事要见你。我说守备大人睡觉了，叫她明天再来，可她就是啊赖在这不走啊。有事明天再来吧。回去吧。守备大人，省城总督府的发审官董春仁杜大人已经来到了凤翔县。杜大人来了啊？在哪儿？杜大人被县衙的人给抓走了，估计他就在县衙。杜大人让你速去见他，怕晚了就危险了。他叫我去他那儿啊。守备大人，你请看。这不是药方吗？你把每味药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，就是通报守备见我于杜。这个杜崇仁，你不好好给我写信，开什么药方啊？杜大人是当着县衙人的面写的，怕被人看破，只好打哑谜了。哦，那个拿出饮酒具的人到底是谁啊？是李哥。那李哥是个盗贼吗？你是个外人，你不知道，我也不怪罪你，可你不能胡说呀。我李哥路见不公，暴打不平，扶危济困，助人为乐，他可是个敢斗赃官的侠士啊。你怎么能说他是个盗贼呢？老伯，不知者不怪，您老就担待一二吧。你们二位是因为什么进来的？我们两个什么都不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打开门，两个郎中，我们二老爷夜审，你们两个跟我们上堂，走。快点！走走走走，快走，快点！快快快，马上出发！快快快，这这这快快，这快点，这快这这。赛华佗，这凤翔县一行收获
不小吧？是啊，不来不知道，一来吓一跳。这里鬼魅横行，百姓染病。有人说，哪个庙里都有几个驱死鬼。我来这凤翔县这么一看，这里的驱死鬼更多些。哦，那你说说看，这庙里的驱死鬼都有哪些呀？有孙国安、孙玉凤、秦鲲鹏、尤彩凤、庞通、谢田。你知道的事情不少啊。当然了，足够把这里的贪官污吏定成死罪。哼，告诉你，不等你把别人定成死罪，恐怕你自己先叫别人处死了。是吗？我倒要看上一看。来人呐，在，把这个卖假药害死人命的庸医赛华佗给我锁起来。住手，住手，住手。他根本不是什么卖假药的庸医，他是总督府发事官杜大人。你们谁敢动杜大人一根毫毛，我让他跪着服起来。李长官，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把他们给我拿下。众衙役给我听着，本官是陕西省总督府发审官杜崇仁，前来凤翔县捉拿仁义归案，尔等要听我的命令，谁要敢违令，格杀勿论。胡说！这是一个假腰牌，弟兄们不要上他的当，把他抓起来。仁义，你这条疯狗，我们杜大人就是来抓你归案的。众衙役，你们谁敢动杜大人一根毫毛，我今天就宰了他。我先要了你的命。别扶上。都给我住手！住手！守卫大人，他是个卖假药的庸医，快把他抓起来！给我上！众衙役，给我听着！本官杜崇仁，奉陕西省总督副大帅之命，前来凤翔县捉拿仁义归案。现有令牌在此，尔等要听我的命令，速将仁义给我拿下。守卫大人，他，你还干什么？难道总督府的令牌还有假的吗？末将听令，将仁义给我拿下。来啊，来，把仁义给我拿下。是，走走，来，走，守卫大人，我冤枉，走。我冤枉，大饶命，大饶命，我冤枉，大饶命！这帮衙役也抓起来吧。首恶必究，邪从不问。饶他们一死，叫他们都起来吧。杜大人宽大为怀啊，饶你们不死，都给我滚起来，好好伺候杜大人。都起来吧，本官要更衣升堂。遵命。遵命。杜大姐呀，杜大人升堂了，这回可好了，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伯母。哦，太好了，这回可好了。你们要严加防范。是，把仁义带上堂来。是，请把仁义带上堂。仁义，见了本官为何不跪？我怕你这个官是假冒的，所以我不敢乱跪。哼，你说我假冒，给我打跪。是。哼，仁义，你是如何舞弊弄权，
迫害秦鲲鹏的，给我从实招来。秦鲲鹏是通奸杀人罪犯，我没有迫害他。哼，这是李哥交来的供状，你指使庞通、谢田用狭床之法要捂死秦鲲鹏。这是庞通和谢田的供状，你还有何话可讲？这个供状是李哥伪造的，庞通、谢田可以出面作证。哼，你已知道庞通、谢田已死，不能出面作证，故而说这供状是伪造的。可是我亲自到客栈做过调查，店主出面作证说你指使庞谢二人迫害秦鲲鹏事实，你休想抵赖。你还指使林福阻拦替秦鲲鹏上告的孙一凤，有没有此事？没有此事。林福近前回话。杜大人，我如实交代，是人义让我阻拦孙一凤到省上诉的。仁义，有人出面作证，你还有何话可讲？哼，林府与我素有冤仇，他的话根本不可信。他的话不可信，可悦来客栈主孙毅的话还不可信吗？难道他也跟你有仇吗？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林府，你阻拦孙一凤申诉有罪，本官念你能悔过自新，能与仁义一刀两断，仍为你为三班总头。你去牢房将孙国安提来。谢大人。仁义，你是如何为钱树清出谋划策，上窜下跳，迫害尤彩凤、秦鲲鹏、孙国安和孙玉凤的？回大人，凤翔县衙都是由钱大老爷主理，我不过是一个抄抄写写的书吏而已。你所说的秦鲲鹏、尤彩凤一案、上朝凤、孙国安一案，都是由钱树清亲自主理，与小的毫无关系。哼，你推得可真干净。难道给尤彩凤、秦鲲鹏上刑，阻拦孙玉凤上告，迫害秦鲲鹏，也是钱树清亲手干的吗？是钱树清指使他人干的。不怕你巧言狡辩，在证据面前我会让你认罪伏法的。大人。启禀大人，孙国安带到。孙国安，你还认识我吗？怎么不认识啊？你不是和我蹲监坐狱的那个江湖郎中吗？哎，孙老头，这可是总督府的杜大人，客套。哎，免了免了免了。我们同囚一室也算是难友啊，叩头就免了。这次来凤翔县私访，被仁义捉拿，关进监狱，我们同住一室。孙老伯，你敢为我做个证人吗？这是千真万确的事，我怎么不敢作证呢？仁义，你私设公堂，捉拿监押，审问朝廷命官，你还有何话说吗？哎呀，杜大人，这全是误会啊！有人举报说，有一个江湖郎中，他是卖假药的，小人气愤不过，就带人去抓，都没想到，都怪小人眼拙，没看出这位卖假药的就是您的大人。大人，有道是，不知者不怪罪，您大人不计。